你们应该才看过以前比较那个啊，我一直觉得具有气质。你喜欢以前的？你们不太认识我，以前其实我蛮狂野的。我是很狂野的。你的意思是应该喜欢九岁的吗？好了，我是署名，然后今天的编制很特别，就是把所有的专辑的歌都改成弦乐器的版本呢、啊。然后我觉得很特别，因为弦乐器是算西方的古典嘛，然后吟唱是我觉得算原住民的古典。两种不一样的文化的古典融合在一起，对我来讲是一种很新鲜的尝试、嗯。但是还是很多朋友很习惯我以前那种表演的方式。也都 OK 啦，都是我嘛，人总有过去。然后等一下啦，狂野的放后面啦。然后现在这个是给你们配饭听的，要你配饭听的。然后有一首歌我很喜欢，但每次唱这首歌就会觉得有气氛会不太一样。这首歌叫《奇异的妇人》，只要唱了就会下雨了，每一场都是。我们森林系只有一场比较都不一样哦，是高雄啊，下是高雄吗？高雄有下。高雄还是下一点点。你要出太阳。哇，这样很恐怖呢，感觉要这么晚了出太阳，像世界末日了，画面很奇怪。然后依然反正很爱下雨嘛，反正就唱了。没差，因为我每次都把这首歌放很后面来唱，然后今天就放在前面，先给他听《奇异的妇人》。哎呀，那一夜呀，那一。
Yeah.